已经有60年历史的冰店，在中坜可没有人不知道呢。每到炎炎夏日，榕树下冰店就会排满人潮，有传统的在地好味道，当然不可以错过啦。最多人抢着购买的就是芒果双爽，用杯子装着芒果块，中间夹着白花花的清冰和炼乳，最后再来一球芒果冰淇淋，谁看了都无法抗拒啊。不过这是最近才有的口味，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试试。最传统的红豆冰没有华丽的外观，却有传统实在的天然味，绵密的口感，入口即化哦。重点是这里的冰品可以清楚地看见配料，当冰随着时间融化，一颗颗的绿豆就这么的浮现出来了。